大家好，我是小绿。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새해오메데도。希望2021年大家能过得很好，然后也希望疫情赶快结束。今天我要来开箱的是 NCT 127 Season's Greeting。呜，其实这是我第一次买年历。因为之前我觉得说就是年历其实有点没有什么用，它就是有一个期限，就是只能用一年的那种，之后都不会用到，然后只能当收藏而已。但是我是认为说专辑至少有 CD 可以听音乐，但是年历就不一样。那我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开箱吧。哇，首先一开始出来的就是好像是哇蛮厚的照片组吗？对，因为我不知道商品内容，所以就慢慢来开。하나둘셋넷꿈속이꿈일까때도똑같아아침부터저녁까지깊고긴꿈에빠진느낌오太爷戴这个护目镜。我觉得哇蛮厚的，还不错。好，我要来开箱年历了。等一下，救救你的尾巴，你的尾巴跑出来了。这一次呢，对，特务风，应该是特务风吧，我没有看。它的封面就是这样，就是很特务的，就是都会有那个什么触碰的那个面板，然后都会有出现这一些画面。一出来这个是什么？哎，这被我破坏。哦，这是好让我拿起来的。这个是，就只是纸箱而已。OK， 是哦，帅。纸箱我会好好收藏的。好，第一个这个是什么？最高机密。这是那个 SM Live 他们的 logo。我来看有多机密。哇哇哇哇！啊，这个我先放旁边。来看这个，是他们的类似照片卡吗？还是明信片？是我们的个人档案，最高机密。好，
是啊，我是真的看不懂韩文，所以呢，抱歉了，就无法翻译了。这是 Johnny 的 Secret Information。这是什么？哦，这视力吗？2.0，2.0，这是绰号。然后下一个是泰隆的，他视力1.0，哇，所以说 Johnny 的视力比较好，2.0哎，对的。导演。秦佑，秦佑的视力比较低哦，跟泰隆一样，1.0。好好 Mark， 哎 ，Mark 韩文，哦，我看不懂了。好，来下一个。请问 Yuta 这个视力10.00是什么东西？就是超能力吗？这倒是怎样？来呀，然后再选，他不知道他的视力是多少。凯灿，等一下，为什么视力会有37.5的？视力最多不是才个位数吗？然后1.0这样子的，为什么会有到37？然后十的37.5是怎样？这个哦，立牌吗？哎，因为哦。这个是有点类似照片明信片，然后它这个是可以把这个明信片放进去这里，然后这样子立着的，就这样子立着。哦，不错，我喜欢这个。所有人光脚丫好可爱哦。哦，哎，我说真的，哎，等一下，这是刺青吗？因为之前那个 S M 唱 Live， 最后他们不是全部的艺人一起唱 Hope，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他有跳舞，就是往上跳，然后就看到他肚子下面，就是肚子下面有好像有两个刺青，然后这边又有哎。还是只是纹身而已。吃好了，因为你会掉呱呱。接下来是我们的主角，对吧？月历，哦，月历来了。哦，照片在这里。蔡依，然后眉毛这边有两颗珠珠。Make it up, you got cold by the light.
再加上西装有点像总裁，特务跟总裁之间。而且你看他的领子还有一个领子夹，这根本是总裁啊。我看到网上也在说再选的这个枪拿反的。OK，确定就是这样。但是这个，这好像是笔记本。不，不是笔记本，是写真书，我以为是笔记本。平庸真的好可爱哦。这个就是笔记本比较好，哦，质感哦。
get out some peace stand way up 우리 지금 어디서 사람들의 기준은 break up 이건 dangerous 변화란 보석을 찾기 위한 내린 girl 너무 완벽한 moonlight 나를 넘어서 네 밤 너와 나의 세계로 hurry up 어디로든 떠나보는 거야 자꾸 멀리서 찾지 마 네 맘속 새로운 you want you 눈을 떠봐 这是什么？就白纸吗？啊、哦，海报啦！哦，海报。就是可以贴在墙上的月历海报。他有在那个广播说他最近很喜欢画蝴蝶玫瑰与蝴蝶Greetings 都全部开箱完了，再聊一下他们近期比较靠近的活动，像是那个 Beyond Live， 对，那个他们线上演唱会，对我买了，我有看。哦，他们竟然有表演 Piano 哎，那我真的很喜欢 Piano 这首歌。然后他们就是前一天 NCT Daily 有放那个 Work It 练习室版本，然后 Yuta 他们。Yuta 挺有张力，他们有在那边清唱 piano， 我就觉得隔一天的 Beyond Live 一定会表演。结果这个表演我真的超喜欢的，然后很可惜的是泰容就是没办法出席线上演唱会，因为之前是志成受伤，这次换泰容就是没办法一起全体，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很可惜。然后其他成员会替补泰容的 part， 像是那个 Boss。是陈灿代替的，哎 ，BOSS 陈灿的那个发型真的超好看呢，我真的觉得最近陈灿真的很帅，虽然他真的是弟弟，可是真的看不出来。Jeno 他就是代替那个 Wish， 然后那个第七感就是秀塔楼来表演 ，Baby Don't Stop 就只有 Ten 一个人，我以为会有那个倒影呢，结果只有 Ten 一个人出来表演泰容的 Pop。就用 MV 来代替。最后感想啊，陈灿也快犯累了，我就记得这个。接下来就是 SM Town Live 的免费线上演唱会，我那时候还很期待，就是说会有就是不同团体的成员会一起出来表演，可是他们表演自己的歌。说到这，我觉得下次呢，可以办一个 part， 就是所有的分队。互相交换表演对方的歌，就比如说 NCT 127表演 Dream 的歌，然后 Dream 队的歌 Dream 队表演 Vision V 表演 NCT 127，或者是 U 队的所有歌互相交换表演，我觉得这也蛮好看的哦。我真的很希望赶快见他们呢，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的。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分享结束，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拜拜。